起自在。本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共同制作。杨佩恩主持。好，欢迎听众朋友咧，翻嚟我哋呢个佛光山同埋佛光会联合制作嘅呢一个联播节目吓。咁而家欢喜自在嘅时段咧，系欢迎大家。直播室里边咧有我杨佩恩同埋我嘅拍档咧系黄伟嘅。系，大家好。系、咁当然啦，我哋做开联播咧，我哋有嘉宾啦。咁每次都同我哋节目一齐嘅咧，有我哋多伦多佛光山寺嘅主持永固法师啦，师父好。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日咧，我哋仲会请嚟咧就多伦多国际佛光协会嘅会长陈伟才会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如果大家有收听这个心灵花园的话，哇，听到兴高采烈，我们都讲到兴高采烈，黄伟就流晒口水的。这一个呢就是有没有纸给我吗？有，你等等先，就是今年的宗教联合祈安法会祈佛光圆游会啦。咁我哋咧就系知道咧，今年有好多个唔同嘅宗教咧一齐联合祈安。我哋每一年都有好殊胜嘅呢个时间咯。另外咧就系我哋亦都系藉住呢一个佛光圆游会咧，系我哋做一啲慈善方面嘅捐赠嘅。咁一阵间咧就系我哋会请会长同埋师傅咧继续重复下我哋呢啲咁重要嘅资料啦。咁另外咧，我哋刚才亦都讲到咧，就系今年摊位咧就加倍。同埋咧就系食物嘅数量亦都加倍，咁而且咧有好多咧就系我哋广结善缘到嘅一啲好好嘅社区朋友啊。咁好啦，黄伟，我知道你咧就系急不及待，又有好多问题咧系想向师傅请法，同埋向会长咧就系查询嘅，系咪咧？其实都系好多啲问题，只不过咧我而家想请师傅咧同埋会长咧，可唔可以再一次介绍一下？在开始我哋开始食嘢之前咧。我哋有啲咩嘅重要啲活动，系咪？系活动，活动系啦，活动系啦。我哋要做翻 exercise 先咯。系啊，哦，咁系食嘢之前嘅暖身活动。暖身活动系啊，系啊。不过意义都好重要嘅。从十一点开始，其实我都好想呼吁大家咧，就活动系十一点，咁照讲咧。应该要你起码你都要提早个十五分钟已经入场，差唔多十点四十五分。因为我哋准时十一点钟咧就会嗰个仪式开始，大家坐定定好安心咁样咧就系。嚟到一起參與呢一個祈安嘅時段嚇，其實呢個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任務。係啊，師傅或者介紹一下我哋今年邀請到邊幾個宗教團體嚟同我哋一起咧，係做呢一個聯合宗教嘅呢個祈安咧。好啊。宗教咧就當然我哋佛教。是有南传有北传啦，佛教代表啦，天主教代表啊，犹太教啊，印度教、回教啊，同埋叫巴哈伊教、巴海大同教，系大同教咁吓，呢啲都系我哋差唔多好多次，一年中有几次咧，系大家一齐探讨吓宗教，因为要讲宗教唔同嘅点。咁你要讲几多就有几多，但我哋要追求嘅系一个共同嘅点，系和谐。大家喺唔同嘅地方去带动当地社区可以净化人心又好可以提倡一个和谐嘅喺啲咁多元化嘅加拿大，大家的确系要多啲认识吓。系啊，好多时候我啲朋友过嚟咧，佢好欣赏呢一段，即系佢话宗教嘅尊重与包容咧，喺佛光山喺呢个圆游会系佢完全体验得好深厚。我以前接待好多嘉宾佢都话咧喺呢一段时间，佢哋咧就争取唔好错过嘅，因为咧就会好感动，同埋佢哋会带一啲咁样嘅信念咧，就翻去佢哋自己嘅团体。我哋好庆幸咧，星云大师教育我哋咧，就系唔同宗教可以互相尊重。系啊，系系咁，所以开头系以呢个宗教联合祈安法会为主啦。咁其实今年咧有特别啲安排，譬如入场嘅时候咧，大家要留意啦，同以前唔同喎。系啊，有特别安排，新嘅铺排，而家保持呢个吓少少保留啲秘密啊。大家，所以我话提早。你如果话十一点半几时嚟，咁你会留咗个前边，嗰个开场系好特别庄严嘅。
我都好好奇喎，真係嗬。咁跟住咧，頭先我記得阿會長咧都喺心靈花園嗰度有提過咧，係我哋對呢個醫療啊、教育啊、敬老啊、社區啊服務當中咧，亦都有啲捐贈嘅。咁呢個咧，我知道係每一年嘅呢個佛光圓遊會上邊嘅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簡單而隆重嘅一個儀式啊。可唔可以講下今年我哋捐贈俾邊幾個單位咧？其實呢個儀式咧，我哋嗰陣時都有討論過需唔需要做，但係咧，我啲社區嘅朋友咧就成日鼓勵我哋一定要做咯。咁佢話，即係其實呢個帶動嘅作用，就唔在於嗰張支票嘅大細。譬如好似多倫多大學啦，我哋合作咗好多年。咁我哋需唔需要每年都重複做呢個動作咧？咁佢哋話一定要，因為佢話係社區嘅帶動，亦都俾人知道我哋對多倫多大學嘅尊重，或者多倫多大學對我哋嘅支持嘅人嘅一個回向咯，係啦。咁除咗多倫多大學，我哋當日就會捐贈15,000元啦。咁我哋其實 keep 住做好多年嘅啦。除此之外咧，今年就加入咗旗揮。咁旗揮大家都知道，係啊，佢今年佢有個佢哋個區社嗰度嘅建立啦。咁我哋就捐贈一個其實一個比較大嘅數目嘅。咁但係唔係一年做曬，咁但係我今年會做一個捐贈支票儀式，就係10,000元嘅。咁但係希望分呢幾年，我哋未來幾年繼續努力，希望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仲有史家堡醫院嘅磁力共振機啦。咁我哋都會捐一筆款項過去。咁但係希望係一個少少嘅帶動，對整個社區啊，社區要幫助嘅幫助，係啦係啦。咁其實講教育咧，當然多倫多大學呢個社工係一個代表啦。其實我哋除咗在圓遊會的一個儀式，公佈給大家知之外，我哋另外同 McMaster 大學咧，咁都有嗰種叫做論文研究嘅獎學金，咁嗰個就安排喺個法寶節。哦，頒發個獎學金嘅嚇，咁譬如Waterloo 大學啊，因為同嗰邊都有啲交流啦，所以佢哋有學生活動嘅時候，都係邀請我哋去支持嘅嚇。咁仲有啲計劃係喺 downtown 嚇，呢個就唔講住先啦嚇。咁遲啲應該係為照顧多啲青年嚇。我係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唔管係邊個國家咧。對於下一代青少年嘅啲關心，我哋應該可以再積極啲，係參與社區咯。係啊，教育真係好重要啊！咁所以我哋即係佛光山所負擔嘅呢個慈善事業咧，亦都真係好龐大嚇。我哋嘅責任亦都好大，咁希望咧就社區人士繼續支持我哋咧，就做多啲好事。嗯，多謝參加我哋嘅圓遊會，冇錯啦，係第一步嚇，第一步。咁啊，仲有師傅啊，我最好有興趣咧，就係黃偉啊，最有興趣食啦嚇。我都有嚇，不過咧就係、是、好似而家睇崇偉，應該係你比較多啲哦。我好中意食，但係我亦都好中意咧，就係想知道一下我哋今年嘅呢一個佛光圓遊會裏邊咧，除咗食，我哋仲有好多嘢咧。我覺得師傅一講起就好興奮噶啦嚇。咁例如啲遊戲啊，同埋我想知道個三好娃娃會唔會出現啊？今年梗係會啦。三好三咪咧係我哋嘅標誌咩？係招牌。招牌啦嚇。其實上一年好多人係嗰邊影相啊，哇咁舊年係喺擺喺靠近馬路嗰邊嘛。係啊，今年咧就近道場。哦，所以就更加方便大家影相，好有分別喎，好靚噶，個背景好靚，係啊，係啊 ，OK， 拭目以待啊，放心，嗯，同埋啲遊戲啊，師傅，我覺得咧好有創意啊嚇，嗯，咁當然啦，有個小朋友嘅嗰種叫做充氣城堡嗰種嚇，係10歲以下嘅小朋友，哦，10歲以下可以入去玩嘅，我哋超靚，咁但係10歲以上嘅咧就可以玩另外一個叫做智慧尋寶。智慧尋寶，只要你去答嗰啲問題啊，嚇呢啲嚇，咁然之後個分數到達邊度啦，嚇就可以自己去揀嗰啲禮品。咁最上高嗰個禮品就係 iPad 一部。哇！我想要個 iPad 啊！咁都可以。你係咪超齡？我呢個冇限嘅，冇話呢個10歲以上到100歲、100幾歲都得。哦，幾好！只要你有智慧就得啦。OK， 係咁呢啲都係比較。師傅嗰啲問題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個範圍會包括啲乜嘢咧？誒，點解可以透露啲問題咧？都係 secret 基本嘅，基本生活常識，我尤其咧係呢啲遊戲其實係青年團可以負責嘅。哦，咁佢哋要負責呢啲遊戲之前咧，佢哋要受訓。
所以他们用中英文都知道这些佛学、基本常识、怎样去介绍这样。哇，佛青、我们佛光青年那些创意呢真的不得了、所以呢就我们拭目以待，这个智慧寻宝里面的问题既好玩还、有 iPad 真的很开心、但是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今年那些吃的东西会不会有、那些叫做翡翠炒饭哦，原友会里面是没有这个这个是王伟仲记得我们5月25号是那个是 Betty 的作品嘛、其实 Betty 先煮的都挺好吃的、你真的有尝试，你够胆尝试当天、我听说妙居法师最终都是落手去下厨到期当然要辅导法师真的帮我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啊，终于都是，不要讲这些，我们讲讲翻圆游会那些食嘢。不过我想是要多谢有很多社区朋友，其实都赞助我们很多食品嘅。好啊，可能魏总如果第一站可以的话，都可以在这里多谢一下。可以嘅，因为社区朋友真的很帮手。系啦，咁其实咧，而家到咗休息时间啦，喺边大家咧就系谂谂嗰啲食嘢先。广告之后翻嚟咧，王伟就你嘅时段啦，讲食嘢啦 ，OK？ 好 ，OK， 冇问题。听众朋友，我等一阵见啦，唔好行开。好，再次欢迎大家咧翻嚟欢喜自在哈！我哋直播室里边咧，继续有杨佩恩同埋王伟啦，同埋有永固法师同埋陈会长嘅。咁啊，会长啊，我哋知道咧，就系每年嘅佛光圆游会咧，我哋都多得好多社区人士咧系支持啦，同埋赞助吓。我哋今年嘅情况点样啊？今年的反應相當理想的，除了往年大家都知道，譬如好像芝味齋、遠新閣、銀座壽司、順興粉麵、釣魚台、佳里冷凍食品、很多間都很幫手的，還有 Olympia 他們就那些器皿很多時候他們都會用很便宜的價錢賣給我們、花海素食、蓮花素食、今年又有 Eddie Walk and Roll、 Asian Walk， 其實很多間的在這裡我又怕說漏了都不敢提一提、起碼漏了一個我們宏偉叫做 Camille、我哋冇啊，我哋系呢个食嘢啫。唔系王伟睇客气啦。其实王伟就系啦，咁多年都好支持我哋，系啦，好支持我哋。咁就除咗我哋赞助商之外，当然咁多嘅听众朋友，佢咁多年嚟嘅帮手咯。系啊。咁因为我哋自己做圆游会，始终饮食咧，我哋揾啲比较专业啲嘅帮手咧，就会好啲咯。當然啦，贊助商好好嘅，念對我哋好好。咁我覺得除咗多謝贊助商咧，係每一位出席圓遊會嘅咧，都係我哋嘅支持者嚇。我哋喺度咧，即係鄭重多謝咁多位嚇。係啊，其實我覺得咧，大家喺呢度食嘅咧，好開心一樣嘢，就係啊，唔單單止咧可以係參加嗰個，好似一個 family event。另外可以吃到很健康的東西、健康素食嘛，即是我們現在是、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開心。其實我覺得呢、我們已經、佛光山已經將這個圓遊會呢就做到是我們每年父親節的一個傳統、傳統家庭日、既然說是傳統，我就很希望大家都記得、是素食圓遊會、很多東西吃、又是 Family Day、社區朋友一起來、很開心、就記得一定是做环保的，所以请将这个环保当是一个习惯。譬如我们去年就比较有些鼓励性质、你用环保杯、碗、就有贴一个点，集几个点就换一个咩礼物。系啊，旧年有做，系啊。咁今年咧，今年唔使鼓励，我哋都识做啦。系啊，我哋讨论过要唔要照旧年咁嘅做法，但我哋就有个谂法咯。如果你每年都是靠贈品然後才做到環保、就做不到一個、教育或者大家要認同，我們要自律才行、所以今年呢就各位聽眾朋友大家要真的原諒我們今年我們為什麼沒有做到去年的贈送呢，就是希望大家養成的習慣。是啊，其實我們在座是師傅你先說，就環保是本分，是應該不是等著有什麼獎品先做的，不是要有得獎才做的，不是我們孤寒，今年千萬不要，所以請大家要記得
自备环保袋、环保碗、环保杯、环保筷、环保盒，系啦，嗰啲盒仔咧，大多几个嚟，系啊，可以拎走，系啊，打包，系啦。其实我啱头先想讲咧，都系会长咧做呢个环保，其实系好啱嘅，因为我觉得咧，而家除咗你嚟呢个我哋呢个 family event 之外咧，你翻到屋企，你自己嘅屋企或者你自己嘅工作嘅地方，我觉得咧啲时时刻刻咧。都有環保嗰、那個 idea， 係啦，那個概念咧，即係個人你都有啦，係。係啊，我記得咧開記者招待會嗰日咧，好多傳媒朋友咧都好中意我哋嗰句口號嘅，就係、是、環保救地球。你我一起来，日日行三好，明天会更好。咁我哋个个都希望我哋嘅下一代嘅下一代都继续有呢个美好嘅环境咧。我哋今一代咧一定要好重视呢个环保意念，同埋咧星云大师提倡嘅环保与三宝吓。我哋喺呢个所有嘅活动当中咧，阿永固法师都系带领我哋咧，就系将呢个理念咧就系发扬光大啊。真系大家一齐嚟，系啊，明天会更好嗬。嗯，系啊。所以咧，我谂。参加佛光圆游会，你出席，你来到这里就是对环保也好，对所有我们做的对教育慈善捐赠的一个支持，所以都是希望下个星期日呢可以见到大家了。非常之好。哎 ，Patty 小姐，或者我哋系咪需要睇下嗰啲交通啊嗰啲方法？系啊，今年交通都有特别安排。因为我谂咧，今年可能来啲人咧仲会更加多，所以我谂下咪同大家同大家一齐讲下嗰啲交通。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实咧就系我知道你嗰度手头上有资料咧，就系话停车嗰度有啲安排，因为我哋每一年咧，我哋本来佛光山嘅停车场咧系都要去。向我哋周边嘅呢一个商场嗰度咧，就去借泊位啦。咁呢个冇问题啦。但系我哋喺一个附近嘅高 train 啊，高火车嘅停车场咧，我哋都有安排嘅。系啊，好似系最靠近密斯沙加，我哋东都佛光山市嗰、那个Middleville。Go Station 係啊，嗰啲 parking 咧應該都係嗰日應該都係 free 嘅，佢有嗰日佢俾我哋用，係俾我哋用 ，OK， 申請咗，申請咗。嗯嗯，嗱咁另外咧，我哋每一年都有呢個安排嘅咧，就係巴士接送啦。咁咧就係今年嘅點數咧，就係有喺士嘉堡嘅 Elton Tower、唐人街嘅文華中心。萬錦佛光園啦，同埋Finch 嘅地鐵站都有巴士接送，咁咧就係我哋就要預先訂位嘅。咁如果訂位嘅朋友咧，可以打嚟咧，就係90581405嚇，90581405。咁就大家預早呢個登記車費咧，登記車費，咁啊到時咧就係喺車上咧就付費$7來回嚇。同埋頭先師傅會長同我講過咧，如果大家要揸車嘅話咧。最好是 carpool 如果大家朋友都是一齐嚟嘅话咧，最好是 carpool 咁比较都系环保，系啊，都系同环保有关系啊，系啊，跟住咧就系大家 carpool 嚟咧，我哋亦都有义工咧就系负责交通指挥，咁大家到时跟住呢个指标咧，系你一定会即系有个位俾你泊嘅。咁同埋我哋附近嗰個高火車站咧，咁亦都有可以有幾十個位咧，會長係嘛？係啊，我哋附近啲商户都好幫手嘅，佢覺得我哋每年辦完遊會咧，就泊車位就唔係好夠啦。咁今年我哋對面有間公司正主動同我哋講，俾人哋泊喺我哋度啦。咁所以我哋嗰度咧就會有交通組，會交通組嘅指揮，希望大家嚟參加嘅朋友咧，就跟從我哋交通組嘅指揮咧，就會盡快揾到個好位去泊咯。係啊，咁啊，黃偉真係你拭目以待啦，等待呢个150多种嘅素食啦，同埋我哋自己佛光会属下嘅分会，每个分会嘅招牌货啦。咁度仲有咧，就系社区人士嚟嘅日本啊、印度啊、呢一个土耳其，系啊，同埋咧，就系仲有咩凉嘢嗰啲，特别咯，仲有音乐啊，可能节目表演都服装，节目表演又多元化，比较多元化。师傅，使唔使补充一下？仲有咩其他啲嘢，或者大家要注意嘅？话注意咧，系因为其实到我哋圆游嘅举办咧，都系六月中配合父亲节嘛，嗬。咁但系咧，有啲净系搭我哋巴士先可以嚟嘅啊，啲朋友咧，佢哋就话佢哋可能一年净系嚟几次，咁希望咧。
在佛誕日啊，浴佛節的浴佛咧，佢哋係冇得去浴佛嘅，冇車嚟嘛，嚇、嗯、咁、啊、就淨係等住係元宵會嚇，佢哋先可以嚟，咁、嗯、所以希望嚟都可以浴佛。哦，都可以哦，我哋都會有個浴佛池喺樹，喺個大殿裏邊嘅嚇，幾、哦啊、好啊。嗯，咁所以嚟到咧，仲未浴佛嘅朋友咧、嗯，都希望可以邀請大家，係咯，入浴佛啦、啊，發願啦、啊。又可以点灯啊，咁样吓，咁、啊、又可以 temple tour 吓、哦啊，譬如你嚟佛光山，如果净系譬如啊入大殿拜佛或者食一碗面就一啲好食啦嗬、啊，因为我哋二楼仲有宝藏馆、嗯、啊、图书馆、会议室吓，咁、啊、诶、一楼仲有滴水峰书阁吓、啊，五官同喺 basement 咁吓，仲有啲地方你要咁兜一圈去行下，可以周围去参观一下，亲啊喺呢、个多伦多佛光山寺里边咧，其实好多地方都系一个重点、嗯、啊嗬，系、嗯、咯，所以当日嚟咧，另外仲有啲朋友咧，佢哋会喺呢一日会带翻善愿宝宝嘅。咁善愿宝宝咧，呢、這个钱恩咧，三姨钱恩系帮我哋筹，都系文教基金嘅。系吓，咁、啊、原则上我哋上半年度会喺就配合佛诞日啦、佛宝节啦，吓咁年底就系佛宝节噶嘛，呢两日。佛寶、啊、就請回，但我知道元遊會當日呢仍然都會有些、菩薩會問、啊、現在寶寶很多錢了、哦、可不可以帶回都可以是、啊是啊是啊啊、尤其是很多那些一仙的呢、啊、就現在不用得到、啊、但你都可以放入寶寶那裡、嗯、帶回來、啊、我們 會拿回、拿去銀行去統一、啊、去處理、啊啊啊啊啊、師傅說到這裡我差不多呢要安靜回來安靜回來是呢、這個元遊會咧，令到我哋好興奮啦，又食飽嘢啦，又睇飽嘢，攞咗獎品啦嚇。咁、跟住咧，我哋真係要收拾心情啊嚇、去到六月嘅12日咧，就係、是、5月15日係光明燈法會啊嚇。咁、跟住咧就係、是去到15日咧元遊會咧，大家好開心啦。元遊會之後咧，大家唔好忘記，跟住嚟嗰個禮拜六咧，就係、是、心培和尚咧係同我哋有一個一日禪嘅活動嚇。咁啊，驚大家忙得嚟咧，所以改成半日禅修至到嘅，系啦。OK， 咁我哋咧就收拾心情之后咧，跟住夜2日咧有一个佛学工作，系啦，有心培和尚咧，系既然咁难得我哋请到啊心培和尚发。加多倫多咧，就係心培和尚會同我哋有一個佛學講座，就係6月22日嘅2點至4點下晝。咁我哋個師傅嘅講題咧，就係人間佛教生活禪。咁希望大家咧就係嚟到一齊參加咧，同佔發起嘅。咁如果需要查詢，當然啦，可以打電話嚟90585140465。想重温今日節目嘅內容咧，亦都可以上我哋嘅多倫多佛光山寺嘅www.fgs.ca。咁好多謝大家收聽，多謝永固法師。多谢陈会长，好多谢大家，多谢，谢谢师傅，还有谢谢会长，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下个星期一齐欢喜自在啦，拜拜，拜拜。感谢如是我闻佛光文教音乐提供。